主料，番茄两个，鸡蛋一只，面粉，辅料，面包汤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番茄洗净切成片，皮可去可不去，片不要切得太薄，鸡蛋打散成蛋液，将切好的番茄片依次沾上面粉、鸡蛋液、面包汤，依次做好所有的番茄排，平底锅热油，将番茄排煎至两面金黄即可。吃的时候可以蘸些沙拉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